郭靖的，他只要一唱出来，那种空灵，那种天籁，像你早上起来推开窗户那种清新的，想要去迎接那缕阳光一样，无法拒绝。 感谢我战队的哥哥姐姐们，我在他们身上就是学到了，就是很多东西，包括他们嗓子坏了或者生病了，他们也会就是带病坚持唱歌，就是教会我就是做一个歌手要怎样坚持，所以也非常感谢你们。红色的牌子代表支持大英老师战队，各位老师，请投票。 中国新歌声第二季，加勒台与中国同步直播。